2018年合议选举对金碧开始倒数29日嘞。台南时间近来近接近，选举发通咪近来近多。金碧嘅选举整体报道，在同镜头赛道现在真激烈嘅高雄市。台南就同现场交本现场报道嘅主持人陈彦祖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金碧九合一选举专题报道》，我是陈彦祖。今天我先带你来看台北的选情，同今日的高雄市。今天的先来就看到高雄市上一期的选情。今天先来看到高雄市上一期的选情。2021年的县市长选举，民进党的陈秋取得99,300票，代表率呢是68.99%。在国民党杨秀贤也得到45,647票，代表率呢是30.89%。在陈强呢赢的杨秀贤同道，赢渐渐的有52票。在陈强呢就用同高票数再高连赢高雄市长，还讲在陈强比宋一杰又再高加的渐渐的有18,000票，再显出同高的支持度。再来呢，来看到今年的高雄市长选情。沙仑也能看到今年的高雄市中央有四个候选人，除了给国民党的黄国瑜以外呢，韩国有民进党的陈其迈，然后呢韩国有毛主席的苏应圭同齐密峰。2018的高雄市中选举，国民党的候选人都讲爱变政治，黄国瑜讲移民都想爱改变，希望本党系民进党执政的素材，做得翻国民党来做。你强调爱发展观光，后本大家都有前后穿。基层起码是用成业成绩来做诉求，来批下民进党基本盘的策略，希望为其在脚步天天的打好现在。不过呢，黄国瑜唔是国民党典型的现在策略，亚新杰同阿沙利同高雄人一家许多，基数逢收涨来进来建设，来看安尼整体报道。经验都非常，陈其迈就输到向前压力的方向。对等高雄市，陈其迈向我打出智慧都市经济速度，表示会全力发展阿都新湾区，同高雄变做国际金贸公司，马跳过台塑机的管理，同循环经济的开发，降低空气污染的问题，同高雄的后生人做得安心归家乡打拼。高雄过去而已，重工业多，所以急需要产业转型。那我们会把桥头科学园区加速建制，然后形成台南跟高雄的半导体及高科技走廊，能够吸引年轻人能够返乡工作，那也能够就近照顾自己的长辈。韩国瑜讲，高雄市有27,000人，地理环境又善，又空旷，还有好工。经济发展条件一定好，不过民进党早前20年来，高雄市就8,300,000,000的债，青龙后生人无需合作，爱离开家乡都白不钱，变做上辈的后生人。为了去做市长，为提升高雄人体人气的产出，还有成立青年局，同后生人天数为高雄就业。如何带新的产业来刺激，包括科技首都，如何让我们高雄科技的含金量提高？我们现在含金量不够，高雄软体园区含金量不够，整个这个生产力一年才170亿，南港一年1兆多，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整个要统一的去做。马云还没卖出耶，黄国瑜过去做过立委，还有做过台北农产运输公司的总经理，对农产品的价值、农民关心的议题相当了解。黄国瑜讲，未来市政府会天数农民请出路抢订单。农民专心生产，不是贩毒农产品卖不出去。我如果当上高雄市市长，我会带头去抢订单。我们抢到了外销订单，我们就丢到后面。农民，你只要专心生产，种出最好最好的水果蔬菜，养出最好的石斑鱼，我们帮你抢订单。高雄市长一定要一马当先，帮农民渔民。找出路。高雄市政府明年编的5亿元的农业发展基金，协助农民开展农产品的市场，改善农路同建设农场一条面向的用途的实施。陈其迈强调，
县上以后，我们单位接受松烟市长陈秋照顾农民的心意，明年还会增加一亿元的农业发展基金。咱会做花妈的事情，未来农业的基金，期待每年拢增加一亿，所以期待若做一年的市长，农业发展基金加一亿，就变六亿，做两年就七亿，做三年就八亿，若做四年就变到九亿，啊，若做八年，当然就是五加八就是十三亿。韩国瑜国菜厅一定会用政治语言，同曾经迈行政治一条路上表现的斯文、原生、表演的风格切莫相像。过去民进党替高雄砸钱二十年，欢迎看做起民进党的铁票旗。不过国民党的韩国瑜，以四亿公人的魅力，用上百的候选人做口号，得到青岛候选县民的注意，马步也从市中心站打铁票激烈。下个新闻整份资工报道。在今天的今年高雄市由内地候选人外来上表过后，因为看到加调的客家证件，在高雄市总人口数有277,300人。就哈维菲作为全国客家人口基础资料统计，高雄地区差不多有35,000人。这里讲呢，每80人当中就有一例是客家。虽然票数看起来没一多，不过客家选票一次是蓝调两党为新任务的关键少数。故说2018年，高雄市总台县蓝调增强候选人都动出钱外来抢客家票。民进党陈其迈提出当年为增加哈维菲预算，国民党的韩国瑜是提出地方卡同阿公阿婆合法化，减轻高雄住宅地发展建议奖励政策。韩国瑜替闽南漂洋飞的天窗，将每位2000人推加油。韩国瑜讲，此个是客家西浪。28年前就在台北县成立客家同乡会，都进行的传承客家文化。为了高雄的发展做国际态度师，另一位候选人在学校读书的时间，会加强中文、英文，也合法同其他族群的话，做在台独卡同装批来学，系通过监听会再发奖金。如果当高雄市长，在学校一定要学中英文双语教育，母语客家话、闽南话、原住民话、越南话，请在家里学，跟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学完之后，我们把这个小朋友来检定，检定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，检定完毕以后我们发奖金。所以母语在家里学，中英文双语教育在学校学。陈其迈在担任立委的时间，提出的台中运输交通工具语言公平使用法。东火车巴士一条共享交通运输工具，同一道合法同其他族群的语言，麻帮族群同族群要见到了解，推动客家文化保存，而希望透过每年增加预算，共高雄市合肥会从原本1年9,000万元的经费，增加到4年1亿3,000万元。我也希望说，未来逐年能够再增加我们客委会的预算。我希望说，我担任市长，每年能够增加1,000万。那一天，曾贵海医师特别找了我们廖松雄主委，告诉我说：“那你这样1,000万这样太慢了，你应该第一年跟第二年你就增加，第一年你就增加2,000万。”我说：“那没问题，我一定会宽列我们客委会的预算。”为了发展地方，行政院明年将会宣布做地方创生的条件。陈其迈讲。未来市政府会编10亿元的创新基金，成立专门的机构，同行政院的政策强下来做，还要引进民间资金同经营能力，帮青游客家文化闽南三马提起，变作国内外观光客最想去的所在。我必须在这里不讳言的讲，当然是我们美浓地区，还有我们的三明乡，它是非常有机会的，因为这里保存了我认为台湾最悠久、最淳朴的客家文化。我一定会让大家要认识客家文化，请你先到美容来，请你先到三明乡来。台湾是多元文化素材，韩国瑜讲，文化学习同认同会挺热衷的成分项。为了动迁以后，我来判全国最好夏令营，同学生的透过由内同的教学，了解每地族群的特色，嘛学习多元文化的互相尊重。我们有最棒的夏令营，只要18,000，这里有1个月的课程。有各种中英文教育，也有客家文化、客家的创意，也有原住民的，也有闽南的，也有新住民的。我们在这1个月的夏令营里面把课程放进去，自然而然让客家文化能够源远流长，透过自然教育的方式，而不是透过强压式的。
台高雄有三成万的行业票数无从千多，不过沙系国民党同民进党千十万绑票对象。提名一摆公出的客家政策，除了代表候选人对客家族群的实际重视，嘛提醒客家乡亲要多讲客家，安尼配合公部门的资源，能有更多机会同客家文化传下去。客家新闻整份资讯报道。今以上就是今日的高雄市先前分析，还有多详细的新闻消息，请继续收听国际的新闻内容。而亚内就同江头高凡主播。好，非常神望沿着 VN 带来二零一八九合一选举高雄市的前瞻报道。另外，下礼拜日前瞻专题爱分析台东县前行的选举，并请观众朋友持续来关心。